10月5号 ,2017 NBA 中国赛在中国深圳举行。在这场颇具看点的赛事中，六叔余文乐也首次带着女友王唐允一同在内地公开场合亮相，两人相靠而坐，一同看秀，吸引了观众的目光。在比赛中，明尼苏达森林狼对战金州勇士，易建联、巴特等篮球明星坐在前排观战。而虽然不是体育界人士，余文乐却也出现在了易建联的身旁，而在他身边的则正是女友王唐云，这也是两人被曝恋情后首次公开同框。照片中，余文乐身着白色 T 恤牛仔外套，一贯的黑框眼镜，表情十分酷，而身旁同样身着白 T 加牛仔装扮的女友王唐云笑容甜美，依偎在余文乐的身边，两人一同看球观战，十分的引人注目。作为娱乐圈的型男潮人，六叔余文乐的感情却像张志明一样令粉丝们揪心。先是和一同参加综艺真人秀的搭档周冬雨传出恋情，进而自己站出否认，并且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开了真正的女友身份。2016年12月30号，余文乐晒出与王唐云的照片，宣布恋情。网友很快就扒出，这位六叔眼中清清纯纯的女生，实则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。据媒体报道，她是台湾皮带大王的千金。